能赚钱就行。哎，没有没退休工资。你没有退休工资？农民嘛。啊。啊，农民嘛，就没退休工资，就是国家一个月，给的173。大叔，你今年多大了？73。你就一直卖这个吗？啊不，这是那他的。哦，他家的。23。哦，你是卖玩具啊？他说那生意怎么样啊？在那摆着。我后年纪大了，涨多少也行，涨30块就30块，涨20块就20块。他说这一天下来能够卖多少钱？大概。再下来就是说每个100多块钱。每天卖个100多块钱。嗯。那你这能赚也就赚个几十块钱吧。反正是能赚3场。每天能赚100块钱吗？赚不下嘛。100块钱赚不到。啊，毛收入嘛。毛收入吧，买上150，赚上3场。你看，100块钱是赚30块钱啊，你啊50块钱赚上15块钱，一天就是40-50块钱，就是个一天就是40-50块钱收入。哎，这就是不累了。对对对。每天最少都一天买了36块钱，连摸摸带上买了36块钱，不。那可能只能赚10块钱差不多。哎，一天能卖100多块钱，可以也行。啊，年纪大了多少也行，反正赚的还是休闲的了。俺们又没退休工资，一个月会得173块钱，就是在65往上。哦，65岁往上，国家每个月给170多块钱。哦，173块钱。啊，173。就是这钱，这还是现在涨的。原来现在个560、780，从这一些个涨173。那你卖了多长时间了？卖了一年了，就在这个位置。嗯，那你这些是从哪儿弄回来的？这把又网上的。网上的。又在街上做。那儿女们会给你钱吗？每个月？不是，儿女们好贵。现在的这儿女们又扣种了，他不光是管老的，他还有他祖上祖母的物业财产。是。啊，又够他收的。只要拿他两口子呼呼哈哈的，哎，俺们就掏出腰饭个，越显得高兴。你不是你老王，小子要钱，他还有他祖母的一摊子，他屋里就招呼不好是，老婆回来和他叨叨生气，对不对？哎，都压力大。哎，他压力都大了，不是涨吧？现在的不是涨，现在还减上。实际上吧，就是个这，多老人的都是看在俺们眼目。红红绿绿的过，俺们这要饭的也高兴。你们这样到大海里的离婚呀、这样那样的，啊，咱们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就自家辛苦些，也不愿意受人嘲笑吧。是。也知道自家，哎，你们有苦衷，对，你们上一点还贷款还债，还有做人做妈的也好着，小舅子吃些苦，你就天管都是家，成不管你。你活了小，你工资不到，还不是老婆和你干上，今天就是你。哎，你们也苦衷啊，咱们多多要再咱们村上去，那他们红红绿绿的，哎，咱们能涨些，上次家人就能涨些。对，是。你最贵的，你卖的？这个最贵，那再这个30块钱，那是个变现的。下来都是10块、20块的这样。是啊，一般什么时候出摊呢？8点多就过来了，8点多。上午8点多。啊，摆到几点呢？摆到下午5点半。哦，那也挺长的时间。哦，挺长的，中间这些，卖的差错些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爱好。对。有爱吃鱼的，有爱吃苹果，就是养生，就是花花世界。花花事情，就是爱好上都有。是，哎，有钱赚多少都行。哎，多少都行。大爷，我觉得你心态挺好。啊，心态就是，说实在的，这心态吧，心态哦，年轻时候有保险得了，就是大家都，就是慢慢的磨练等他了。是。哎，你经过这社会的这个，就磨练了，这就让我们超回来的，你们那些经验，你还有个教训，对对吧？对，教训，教训。